上次我们讲到血寒，血寒机理很简单，寒性凝滞，气血不通，不通则痛，所以它总的症状多半表现在局部，表现为局部的冷感化冷痛，而且是御寒加剧。假如那个部位是在外面的话，应该还有瘀的，肤色青紫，大概是这么一种表现。好，那么教科书有四种，那么我们就过一遍。第一个寒凝心脉，寒凝心脉这里说是心脉闭阻跟真心痛，这个上次我们解释过，中医讲的胸痹，近似于现代医学所讲的心绞痛，而真心痛类似于心肌梗塞。胸痹是可以缓解的，一般持续这两三分钟，而真心痛是痛得很剧烈，而且很难缓解，就算你吃西药那个硝酸甘油类还是缓解不了。那么它的临床表现，假如是血寒的话，应该说平时心前区憋闷，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刺痛或者是绞痛，而且是一般是御寒发作或者是御寒加剧，这可以说是血寒。但这种血寒恐怕是有阳虚底子，就等于说是虚寒实寒搅在一起。第二个是寒凝肝脉，寒凝肝脉上次讲了，就肝经循行路线，少腹两胁，应该是少腹牵引睾丸冷痛，御寒加剧得温痛解。由于肝跟月经关联大，肝藏血，而月经有个冲脉也管血，所以有时候把这个肝经外延到包公寒冷，可以说寒凝肝脉。包公寒冷的表现，子宫位置来月经的时候有冷的感觉，然后经舌紫暗夹血块，或者是冷感，自我感觉冷感不明显，但是用热水袋敷上去会舒服，也可以理解为宫寒。假如宫寒这一类的病，我感觉好像中医治疗起来有点优势。那我治过一个病人，其实假如从西医看起来就复杂了，怎么回事呢？首先是月经延后大概一个半月来一次，然后用过西药，是用什么用激素调经，效果并不太好，然后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，有结肠炎，慢性结肠炎，然后还有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，然后再加上失眠、心悸、乏力，晚上睡觉前，问他有没有夜尿，他说没有夜尿，但睡觉前一定要连续去三趟厕所，那这样拉干净了，好像觉心里觉得拉干净了，那才能睡，但睡了之后就没有。那你在西医来看是很多个病，其实在中医来看，哦，还有一个，一喝水就想呕，水陆急促，那么在西医来讲应该是很多个病，你要治疗起来。我估计是各管各的，比如说我治胃病就胃病，治慢性结肠慢性结，那么那个痛经那个看妇科，口腔溃疡可能找另外的医生，在中医一个方。反正我觉得你主要矛盾就是阳虚阳否，不失眠吗？上部兴奋，口腔溃疡吗？火搏的上来了，下部那个不用讲了，是寒，寒凝宫、寒凝包宫，中焦那个水路其实还是寒。假如你们以后学方大概是苓桂树甘汤证水陆之痛，那个还是温的，那么就整个一个方，就一个方打包，然后吃完了大概吃了十剂，他回头看就应该说所有症状同时减轻，只剩下一个症状我不知道，就是有没有来月经，因为才一次。那后来过了几天，他家里人就打电话来了，就问我来月经能不能吃这个服药，我说什么时候来的，他说刚好一个月，也就是说你原来45天一直没调过来，
那么中药吃了十来服就已经，但同时我是叫他艾灸涌泉加关元，尤其是你计算出接近月经期的时候你给我艾灸，但来月经的时候你给我停掉，那个中药也是来月经的时候我叫他因为里面还是有些温经的药物，也没叫他停，叫他隔天停。那基本上就算没完全治好，因为才治的时间不久啊，等于说第三诊都还没来，但是等于说起码基本上可以同时见效。那么就在中医是，你主要是抓住中心病机，我感觉的不是特别难。其实我反而觉得中医对于那种症状偏差很大的反而容易调，最怕它是温吞水那种，都有一点点，都有一点点，都不明显，那个反而辨证不好辨，就等于说它那个病机并不太明显。然后下来是冻疮，冻疮简单的就是局部冷痛，可能青紫发。另外一个就是增肢，寒凝导致的增肢理论上是有，但是不多。怎么讲呢？你最多说在增肢这个病机上，可能寒凝是因素之一，因为本来就有气滞血瘀，气虚血瘀再加一个寒，独立的寒导致的增肢应该不算特别多。治疗温经活血，因为有些药本来比如说桂枝本来就能温通就能活血，你像当归川芎，你看它是活血的，实际上本质也是温的，那么就一举两得。像这类下来是出血，出血这边等于是总复习，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的出血的原因除了外伤就是三个，一般以后你们碰到的内外复位也就三个，一个是血热破血妄行，第二个是气虚不能固摄，第三是淤血堵住了，血通不过去，迫于压力从小血管毛细血管渗出来。比较好分辨的是淤血出血，因为它有个特征，金色那个血色紫暗加血块，或是血色发暗的像咖啡样的。稍微难一点的是气虚跟血热。判断要点，血热一般有热象，气虚一般有气虚象，但有的真说不准。就说最怕就是我刚刚讲的症状不明显，它确实有出血，你说它热象吧有多重也没有，也就舌头略有点红，或者是变成你判断是否气虚，你只能根据他人生批发率少去哪年都没有，这舌有点淡，你判断哎呦没有血热，那么可能是气虚。所以症状明显的容易判断，症状不明显的你只能摸索着来，但一开始你把握不到，你可以用药分量 没那么大。还有一个外伤，外伤基本上是不需要解释的。治疗首先是治本，血热清热凉血止血。你们以后学中药，这里有两类药，一类药叫清热凉血药，第二类药叫凉血止血。你的区别在哪里呢？清热凉血偏到治本，凉血止血偏到治标，但可以两个一起用。气虚的是补气加止血，然后淤血的活血止血，而外伤的通常除了处理外伤伤口之外，通常用的还是活血止血，还是活血止血。你像什么云南白药之类的，什么田七啊这种，是用的很广。血热，热入血分，血行加快，甚至出血。叫做血热，它的临床表现很简单，其实概括起来就行了，热象加出血。热象你注意啊，比如有的人是口干面红鼻子发烫然后流鼻血，有的人啥也没有舌红苔黄出血，所以那个热象
的组合因人而异。那个热怎么来的？三种，第一个外感，火热之邪，火邪容易破血妄行。第二种好像不太准确，他说外感寒邪化热，干脆扩大一点吧，武器化火。这武器把寒邪都包在里面，谁规定一定寒邪化热？武器都可以化，下来是武字化火。那等于说前面这两个是外来的，后面这个是内在的，热象加出血。你们以后学温病还有一种说法叫血分症，你注意这两个概念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，应该说血热更大一点，血热可以寒血分症。这个我等一下讲到传变的时候有个胃气营血略略提一下，血分症属于血热，血热寒血分症，但有时候比如说到了胃气营血变症，你只能够可能准确的讲血分症，你讲血热可能有点泛了，因为这个的具体表现比一般讲的血热要重的。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发现流鼻血，你觉得有点口干鼻燥，你自己知道是上火，这是血热，你不能说血分症，血分症的诊断还是要求相对高一点。教科书里面我感觉他把血热跟血分症有点混了，你们教科书下来那段描述什么神昏谵语啊、出血啊，那种是血分症的，虽然它可以是在血热范畴，但是真正处理起来轻重不一样。精气血关系失调，第一个精气两虚，这是教科书的这概念，至少它列出来的症状是不对的，他是否搞混了？一般我们讲精气虚是一个夫词偏义，就是精虚，因为当精气并称的时候，比如肾中精气够不够影响生长发育，那个时候跟肾精是同意义的，所以你看他的临床表现什么生长发育迟缓、生殖功能障碍、早衰，就是肾精虚。那什么叫肾？什么叫精气两虚的可以有，除非你家里来一个肾气不固的表现，比如说小便清长啊、遗尿啊、尿失禁啊、遗精早泄啊，或者不多稀少、动辄气喘，气虚加精亏才能叫两虚。或者你这样写也行，精气虚大概不会错，因为你这个是把那个精气当作精来看，你现在拿个两字，那就是精虚加气虚，不是一回事啊，所以要搞清楚那个意思。然后这里是精血不足，这可以有精血不足，大概女性会多一点，男的血虚不多，所以无非是在肾精虚基础上加上血虚表现。我们看肾精虚的表现，什么腰膝酸软，男子经少不育少一点，得了精血两虚，女子月经不调不嫩，加上血虚的表现，面色无华、眩晕、健忘，即眩晕也可以见于肾精虚。怎么区别呢？血虚的眩晕是头晕眼黑的，或者是蹲下去站起来容易晕。假如肾精虚的眩晕是晕得来头脑发空的感觉，肾藏精，精生水，脑水空虚，不太一样。再往下，气滞，精瘀、血瘀、精止，无非就是气滞、血瘀、精阻同时存在，它的重心应该是精阻。只是气滞血瘀导致的，那么就是跟上次讲过那个排精障碍差不多。那么排精障碍无非就是两种，一种可能是器质性病变，在输精管呢、精索这种地方出现什么结节啊、
它可以是结核导致的啊，或者是出现什么肿瘤啊这一类的有形的东西堵住了，那就是痰瘀焦灼。另外一种呢是情绪问题，心情忧郁闷闷不乐，就由于心理障碍导致的排精障碍。另外还有一种，就上次提到过的，可能是性生活不恰当，学人家憋精憋出了一种败精轴精堵住的。但是这种应该现代人比较少，现代人比较少。那么治疗行气活血，那种结节类的就是行气活血类。然后我上次讲过加点利尿药，当作是引精药去到那个地方。下来这个简单的，我听明白大意就是气跟血的，气跟血的关系失调。第一个是气对血的影响，第二个气滞血瘀，也就气机理上容易理解的，气不行血不行，无非就是气滞症状加上血瘀症状同时出现。在什么地方多了？要肝系统多见，比如说与肝出现肝脾肿大，但是它局部不见得是刺痛，而是肝经循行部位胀闷痛，或是刺痛跟胀闷痛同时出现，有气滞有血瘀。还有一个是瘀阻心脉，瘀阻心脉经常除了经前区憋闷，其实经前区憋闷就是气滞，发作的时候绞痛就是瘀了，但是在心的话没那么单纯，很少说纯粹气滞血瘀，多半有心气虚心阳虚的。然后下来气虚血瘀多半出现在心，刚刚讲了气虚无力推动导致淤血。气虚出血，气不摄血，气不摄血再说一遍等于脾不统血。即便没有脾的症状，比如说纯粹气虚加出血就叫脾不统血，无所谓，你叫气不摄血也行，反正两个诊断是同义词。下来气虚导致血虚，在气能生血讲过了，最后结果气血两虚。然后气逆导致出血，上不出血哦。气逆是气往上，建议什么呢？肝系统多见。肝火上炎，肝阳上亢是肝气上逆，这时候肝不藏血，火破血旺行。但是你说肺跟胃有没有呢？那个好像不是独立病机。比如说卡血出来，你可以说跟肺气上逆有关，但问题你要搞清楚什么导致肺气上逆，是肺热还是肺气虚还是其他原因啊？比如呕血出来，你可以说是血随气逆，但是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呕血，是肝气犯胃还是胃火还是其他原因。然后血病导致气病，血虚导致气虚是血能养气，最后结果还是气血两虚。血脱导致气散，气随血脱，上次讲过治疗重心不是补血而是补气，有形的血不能马上生出来，无形的气一补就有。但是这里呢好像有点讲过了，其实不见得说出血一定导致气脱，大部分比如我出血量不大，你只能说气随血耗，这一般的出血量它就是耗气而已，没导致气脱。你这个时候导致可以气血并补加止血。最后一个是血瘀导致气滞，这种大概的什么情况呢？跌打损伤，是啊，你碰一下先局部淤血，防外局部气的运行可能有胀闷。另外一个妇女月经前，少妇两节乳房胀痛，你是那个血停蓄在子宫，
姜排、胃排生理性的，可以说生理性的有点瘀的倾向，导致气滞，它是血瘀导致气滞。当你注意了，因为这里气跟血跟血跟气有不一样的因果关系，比如气滞导致血瘀，肯定行气为主；血瘀导致气滞，活血为主。尽管都是气滞血瘀，你要搞清一个因果关系。第二个比重关系，精液代谢失常，搞清楚一个概念了。精液指的是正常水液，而水湿痰饮指的是水液代谢障碍的病理产物，这两者不能混成一谈。我觉得下来有同学问我，有时候真的是把水湿痰饮当作精液，精液当作水湿痰饮搅在一起。所以精液代谢障碍无非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少了，一种是多了，多了就叫水湿痰饮。好，首先精液不足，看一下精液，精跟液的区别，精比较清晰，液比较稠厚，精的分布比较浅，是滋润作用，液的分布比较深，起濡养作用。假如讲的白一点，大概精就是纯粹的水分，液水分还加了一些营养物质，或是用中医的话叫做精微物质，还是有点内容。精液不足，首先一个是摄入量不够，这种在城市不常见。第二个是耗散太多，还是汗不下。要注意一些不一定急性的，比如慢性的泄泻，它也会口干。还有一个尿多，你不叫糖尿病，三多一少，什么口干、小便多，你要搞清楚，应该是小便多导致口干，不是口干导致小便多。所以我对糖尿病的病机，在中医教科书最新一版我没见过，我看六版教材它就几个字：阴虚为本，燥热为标。我觉得挺可疑的，因为阴虚为本，你讲的是口干跟中消吃得多，但那个下消呢，你是小便多，阴虚怎么可能小便多？而且那个因果关系，我觉得是因为小便多失水了，口干；因为小便多失水了，水不至于火，火多了。所以即便有阴虚也不是主要的，至少里面同时伴随有气虚化阳虚，也许是阳阴阳两虚为本，或是气阴两虚为本，不见得是纯粹阴虚。